怎么来了？妈，快进屋坐。我就不进去了，我自己种了点苦条，拿来给你们。我一会儿我还得上医院去呢。上医院？妈，你哪儿不舒服呀？都能背带粮食，看着也好着呢。你爸糖尿病犯了，这卫生院呀说要赶紧送到大医院去住院治疗。你就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你？我现在手里没有现钱，你看，只能不能借点钱给我？等这秋天粮食打了，我换了钱再还给你。这事儿老大跟老二知道吗？别提了，哎呀，你大哥又不当家，你二哥家里条件也不好，就你家这，哎，不错。你看能不能借点给我？妈，你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儿子。那你是啥意思呀？我没钱。不借就不借吧，你把苦荞留下，这是我自己种的，干净。你带回去吧，啊，我自己买了。你赶紧走，温馨都生气了。哎，都说养儿防老，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你赶紧走。拿走了，你拿的那是我买车的钱。他买什么车呀？你爸生病了，你妈大老远的跑来，你叫他空着手回去，你还算是个人？还惦记买车？我，哎，我那不是以为你生气了吗？再说了，我妈就是偏心，生三个儿子，凭啥就我一个人掏钱？哎，要我怎么说你好呀？哎，你别动这个钱，我攒了好久要买车呢。哎，哎呀，车重要还是爸重要？现在不拿钱给爸看病，将来孩子长大了，我生病了，我儿子也买车，也不给我看病。我们不就生了拉曼一个吗？哎，爸爸妈妈辛辛苦苦把你们兄弟养大，哎，供你们上学成家，到最后生病住院了，问自己的亲生儿子借钱都借不到，你想想，妈得多难过呀。你什么你？赶紧走！哎，我哎，走！哎呀，妈，妈，哎，妈，妈，你们这是？妈，这里有10万块钱，您先拿着去给爸看病，让老三陪您去。老三媳妇儿呀，别哭了。妈，别哭了啊！我叫个车，咱赶紧送爸去医院啊！走，哎，快走。